从小听觉敏锐，江天林被誉为音乐神童。四年级的时候被当时我的钢琴老师誉为天才儿童。我爸一辈子没听过天才这两个字。我觉得建议最好是送他到维也纳。我爸连维也纳都没听过。与其送出去，把送出去的钱就买了一台钢琴。小时候对声音很敏锐，倒车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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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听到音乐就会被控制，然后我就跟着这样子叭叭叭，我说吃饭了。小燕有约，玉林准时相约。